我现在在梅田蓝天大厦的空中庭园展望台，上次来是白天，所以我就没上来了。那现在晚上，然后这边地上有荧光，非常漂亮。这边是空桥，然后楼下是我刚刚过去的展望台。我现在就是顺时针走一圈。那上来这边的门票是800块，800日币，还蛮便宜的。然后现在是下着雨的天气。